你也在这，你也在这。两位选手进入了总决赛现场的解说环节，下面大屏幕将随机抽取播放巅峰赛事的精彩瞬间，来由两位选手进行现场解说。好，首先我们有请乔欣来进行现场解说，有请乔欣。谢谢大家，现在我要开始我的解说了。开局不久，裴熙就在线上对卢胜进行了压制，导致卢胜的造物者无法发育起来。现在比赛进行到8分16秒，场上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裴熙仗着经济优势想要越塔强杀卢胜，而反而被卢胜的极寒之地眩晕。好在裴熙的反应很快，他选择了后退，撤回了塔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贯保守的卢胜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越塔强杀。传奇队的两名队员也及时传送支援保护。卢胜此刻战斗非常勇猛。顾总，怎么样？哎呀，你们游心出了一个人才，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成为女版罗天。罗天，怎么样？还不错。米娅小姐，你也来点评一下。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我不太懂解说，但是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乔欣还不错。拿下三杀。大家，我的解说完毕。哇，非常棒解说，谢谢乔欣。现场的观众对于刚才乔欣解说表现觉得怎么样？棒不棒？棒！棒！棒！那现场人气，现场场内的人气实时投票，乔欣依然居于第一位，邱新泽居于第二，双方的差距也正在拉开。那到底谁能登上冠军的宝座呢？好，下面有请邱英来为大家进行现场解说，有请。至暗时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VNJ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人员置换，那就是把上单的卢胜调至中单位。第一局比赛 VNJ 遗憾落败，第二局马上开始，他们能否逆风翻盘，让我们拭目以待。 VNJ 这边双月组合在开局就直接选择开雾去河道，这有什么意图呢？让我们来看，林逸轩来了。看来林逸轩这一举动早就被 VNJ 预料到了。动手了，动手了！沈月的二技能困住了林逸轩，齐月接上技能，一血诞生了。这波尊人着实漂亮，也帮助了 VNJ 打出了前期的优势。在短暂的和平期之后 ，VNJ 的双月组合又一次对下路发起了攻势。两人故技重施，先由沈月控住陆风，齐月跟上技能拿下陆风。这时的齐月激活了极速之力，越塔越塔强杀破瑶，一气呵成。这波漂亮的双杀也成为 VNJ 胜利铺平了道路。秋英，漂亮吧？这一套战术，大家是不是都特别的眼熟？没错，这就是曾经的双月组合。敢在这么重要的比赛上用曾经被弃用的战术，全联盟可能只有他一个人，那就是 VNJ 的新任队长，有着战场欺诈师美誉的季向空。季向空以年薪1块钱的价格转会 VNJ，顶着一片
片唱衰的压力重启了双月组合，正如 VNJ 的口号，生而无畏，一往无前。这一场比赛他做到了，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 VNG。 心存希望，一往无前，只为陪你到世界之巅。我相信你一定会站到世界之巅的。那我希望那一天是你站在解说台上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中国战队获得了世界冠军。秋英真那么了解你吗？相公，我在你的生命中究竟错过了多少？我都快哭了，要不是这么多人在，我就掉眼泪了。这个女孩还不错，但是我觉得乔欣更适合我们 GTV 的风格。哇，秋英，你是最棒的，秋英加油！加油！秋英，秋英！谢谢大家，我的解说完毕。哇，非常精彩的解说，谢谢秋英。来，这边请，也有请乔欣来到我们舞台的中间。两位刚才的解说都非常的精彩，难分伯仲。现在呢，我手上已经拿到了现场观众投票的最终结果，乔欣以微弱的优势还是稍微领先的，但是到底今天冠军花落谁家还是不一定的。那根据我们的赛制，每位评委都有一票，那投给乔欣请举蓝色牌，投给秋英请举红色牌。每一张评委的票相当于100张场内观众的投票，所以各位评委，时间要交给你们了。不是这俩人，恭喜乔欣率先获得2票。好，那 Summer 这边你要投给谁呢？秋英，你很棒。三文哥，恭喜秋英也获得了一票。那洛天老师，您要投给谁呢？在投票前，我想先说两句啊。乔欣刚才的解说，我实在挑不出来什么瑕疵。无论是从战术解析，还是从战局的判断，他什么意思啊？他不会要投乔欣吧？至于秋英，从细节上的处理来看，还是略显经验不足。这个洛天，秋英明明都表现得那么好了，哪里见过我？洛老师真的太严格了，是不是你也觉得乔欣更略胜一筹呢？专业不光是技术，还有态度。我们解说者本身就是连接公众和整个行业的桥梁，如果解说者本身都不能呈现出他的热爱，那么公众怎么能喜欢上这个新型的竞技运动呢？所有想要踏足这个行业的年轻人们，请你们记住，如果你们没有信念感和使命感的话，这就不要踏足这个行业，因为它坎坷难走，却又无上光明。这也正是我们举办明日之星的目的，要挑选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的人才。所以这一票投给秋英。这平了。秋英刚才的解说，正是让我感受到了他对这个行业的热爱。谢谢罗老师，我会继续努力的。好的，那现在两边的选手是各获得了2票。虽然乔欣现在稍微领先一筹，但是冠军最终属于谁还是未定之谜。这关键的一票就落在了米娅小姐身上，所以您最终要投谁呢？相空，你是在她身上找我的影子吗？我有一位朋友啊，他非常的热爱这项竞技运动。他也有电竞圈的朋友，很早就了解过这项运动，可即便如此，
我也没有深入地了解过职业选手的艰难，直到今天我听了解说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职业选手的背后有那么多的辛酸和不易，所以他们真的值得拥有着至高的荣誉。谢谢这个舞台，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了解到，在这个行业中，我们中国也有一批非常勇敢的选手，所以我的这一票要投给秀英。大哥，耶！获得明日之星解说大赛冠军的是。欢迎你加入 GGV 的解说队伍，成为洛天新节目的搭档，祝贺。谢谢郭董，谢谢大家。秋雨，你好，秋英你好，米娅，很感谢你能给我投票。是你刚刚的表现值得我投这一票。我一直特别喜欢你的歌，尤其是你新专辑的那首主打歌《天空之外》。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好像在经历一场初恋。他就是我的初恋。来，我的新专辑送给你。哇。谢谢米娅，不客气。我下周有新歌发布会，你愿意来吗？我当然愿意了，可是我没抢到票。没关系，我给你留最好的位置，在开场以前呢，你还可以到后台来找我。真的，谢谢米娅。两位，给你们合个影。好，好啊，安导演。哎，来了来了。秋英，秋英，秋英，哇，秋英，你今天帅呆了，太棒了，秋英。秋英是你想抱就能抱的吗？不是，秋英刚才的解说词太厉害了，太感人了。谁要这么说，我立马娶了她。乱编什么鸳鸯谱，这是一边去。不是，我就是替我空哥把心事说出来的。一边去。来，让我也来沾沾冠军的喜气。今天啊，你简直是震撼到了全场。走。我们老地方庆祝去，走走。哇，庆祝下！来来来，庆祝一下！恭喜秋英拿下明日之星的冠军，成为 GDEV 的实习解说。恭喜恭喜！哇，秋英最棒！哇，我到现在还像做梦一样。可不是嘛！哎，洛天点名的时候啊。我的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了，还好关键时刻峰回路转。其实让我震惊的不仅仅是洛老师，还有米娅。像他这样的大明星，不仅能认真的听我解说，还给我投了票，而且啊，送了我一张签名专辑。哇，米娅的专辑啊，《季风向阳，天空之外》。签名了，秋英你赚大了！哎，我听说呀，这首《天空之外》是米娅写给她初恋的。对对对，我也听过这事儿。那个，她初恋叫什么来着？任旭。对。米娅红了就把她甩了。我怎么觉得那首歌不像是写给任旭的呀？那首歌又像是写给恋人，又像是写给家人的，就好像他们经历了很多，相互依靠，相互取暖。不管怎么说。这初恋够可怜的，出新专辑了还要拿它做噱头，太可怜了，是吧，空哥？哎，行了，你们都别八卦了。今天不是给秋英庆生的吗？赶快吃，赶快吃，吃吃。对对对对。
吃吃吃吃吃吃。哎，秋英，多吃点，多吃点，谢谢，多吃点肉。这两张票寄给秋英，让她见面会的时候到后台找我。好的。Tony，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米娅姐，那我先去寄票了。相公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你刚刚说的那些话我一句都不会相信。他答应了今天要来跟我见面，是不是你阻止他？正相反，是他找的我。等一下，米娅在忙，有什么话跟我说吧。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来找你的，不是米娅。你要对我说什么？你是要告诉我你跟米娅有多么的旧情难舍，让我不要阻止你们在一起？不可能。米娅现在所有的一切是付出了多少心血换来的，我不允许你毁了米娅。我们的想法一致。早在你成为他经纪人之前，我就见证了他无数次的失败和努力。练舞练到受伤，练歌练到嗓子哑了也不休息，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只要有演出的机会，宁可是冬天，穿一件单薄的衣服，顶着寒风也可以在露天的广场上跳一天的班。这是他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的梦想，我没有权利让他放弃。难道你没有想过，在分手的那一天，我就知道我们将会是两个世界的人。请你替我转告给他，曾经的美好，已经是两个人彼此最好的礼物了。忘记过去，安安心心的过好当下，会祝福他的。季相空说的没错，你跟他早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他也根本就没想过跟你复合。空他是为了我着想，尽可能的成全我的梦想。可是他越是这么说，我就越没有办法这样放手。托尼，我现在就要去找他。你要干什么呀？外面有多少记者，你不知道吗？你是非要把季向空扯进来才甘心是吧？坐下，坐下。以前很穷，穷到连泡面都吃不起。是相空他饿着肚子做兼职在支持我，是他去求经纪公司给我一个机会。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富米娅，所以我宁愿付出一切去挽回他。我希望你也可以支持我，米娅。你别再一厢情愿了，行吗？他已经有自己喜欢的人了。我实话告诉你吧，他今天没有去后台找你，却在现场为秋英加油，你知道吗？季向空已经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这个是今天网友刚刚拍到的，他和秋英在烤肉店庆祝的照片，你自己看看吧。
咱们一会儿干嘛去？还能干嘛？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就散了？我还想请你，请你们唱个歌呢。哟，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我哪天不大方？你是想请我们呀，还是想请依依呀？出去！我当然是想请你们了。我请他干嘛呀？就是，我跟他有什么好唱的？又不是你那天唱的特开心的时候。你上手一句会死啊！相公，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我可能都拿不到这个冠军呢。所以。哇哦！不好意思，我先接个电话。打个电话还这么神秘？哎，打给谁的？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告诉你。喂。我今天晚上就要飞回去了，想跟你单独见一面。我在你对面。我要说的话，托尼应该都告诉你了吧？我不信。就算你真的不想跟我复合，我也要听你当面说。我知道了。那个，不好意思啊，我突然有点事儿，我要先走了。阿轩，送他们回去。哦，好。嗯，没关系，你要有事儿的话，你就先去忙。哦，对了，你刚才说……哦，我有个礼物。不好意思。接吧，他一直给你拉票也挺不容易的。喂，你参加比赛为什么要把弟弟也搭进去？你知不知道他出车祸了？什么？抢救呢？夏琳在抢救，他在哪个医院啊？我得先去趟医院了。哎，你别慌，我送你去结账。我也去。依，他俩去够了。这边。土龟大人，土龟大人，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快点，快点。您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请您也冷静一下。你再有过错，你也不能打人。你们谁是病人家属？我是。他现在需要紧急输血，医院血库里的 A 型血不够了。什么？这么大医院血库里面有 A 型血？你敢开什么玩笑？医生，医生，那怎么办呀？医生，你赶快想想办法呀！我是 A 型血，抽我的。哎呀，秋英那边有我空格呢，你放心吧啊。夏琳现在出了这种事，秋英肯定自责死了。实话跟你说了吧，他们两家原先本来是邻居，关系好的不行。夏琳呢，总是去秋英家吃饭，俩人真的就像亲姐弟似的。那今天怎么还闹得那么僵啊？秋英妈妈去世没多久，秋英的爸爸就娶了夏琳的妈妈。你的意思是，他爸在他妈还没去世的时候就跟那个……哎呀，究竟是怎么样，咱们也不知道啊。秋英呢，从小就是个倔脾气，跟夏琳妈妈相处不来。他爸夹在中间啊，更多时候是护着夏琳母子。
所以啊，秋英考上大学那年就从家里搬了出来，还跟他爸断绝了父女关系。啊？但夏琳倒是个特别懂事的孩子，一直都觉得是他跟他妈妈破坏了秋英父女的关系，所以想着法的对秋英好。秋英也不是不知道夏琳对他的用心，但他没有办法原谅他爸爸呀，更没有办法原谅夏琳的妈妈，所以啊，他就对夏琳特别的冷淡。不过呀，看今天秋英的状态，他对他这个弟弟还是挺上心的。哎呀，你刚输完血，身体需要补充营养。听话，喝了。这都进去一晚上了，怎么还不出来？你放心吧，肯定会没事的。但是你今天呢，还要去基地位报道，提前去可别迟到了。你快去吧，我替你在这守着。夏琳还没出来呢，我不能走。他是在我比赛场馆门口出的车祸，都是为了给我拉选票。他一心一意的对我，我怎么能那样对他呢？我还跑到学校去骂他。好了。你又不是故意的，等他醒了以后呢，你再慢慢告诉他，别担心了，他肯定会没事的。医生，医生，儿子怎么样了？病人家属是吧？病人轻微脑震荡，右腿胫骨骨折，失血过多导致休克，已经抢救过来，但还需要进一步住院观察。谢谢大夫。都是你害的，你们走！阿姨，冷静一下。你们走！秋英心里跟您一样难受。我儿子还要参加篮球比赛呢，你们走！你小点声，行吗？你儿子，夏琳，夏琳，你醒醒啊！迟到了，你快上车吧。胫骨骨折，对他以后打篮球有影响吗？你放心吧，他还小，一定能恢复得很快的。时间不早了，快去基地位报道吧。嗯。谢谢你啊。你今天还有比赛吧？一晚上没睡觉，都怪你。放心吧，我没事儿。我等会去场馆休息室睡一会儿就好了。倒是你啊，你也要找时间多休息一下。说不定晚上的比赛，我就能看到骆老师跟你一起解说了。加油！快去吧。陆老师，刚刚在节目上，幸亏你的反应快，不然的话我可能就要说错话了。你临场发挥的表现还不错，不过专业知识方面还应该再加强一下。陆老师，秋英，你怎么现在才来呀？陆老师都等了你半天了，节目都差点开天窗了，你知不知道？陆老师，对不起啊，我有点事情耽误了。别跟我说对不起，你的对不起就这么廉价吗？迟到是我的错，我应该道歉。
职业选手即使带病都会参加比赛，那是体育运动的竞技精神。咱们职业解说也是一样，准时是基本原则。不要以为你得了冠军就可以放纵了，你还没那个资格。陆老师，我以后绝对都不会迟到了。秋英啊，从游心到 GDV， 你对待工作的散漫态度真是一点都没有变。幸好今天我在这里能够替你上节目，不然的话这个节目可能真的要出播出事故了。你替了我？对啊，游心和 GDV 达成了战略合作，所以从今天起我也是 GDV 的实习解说了。小郑。陆老师，以后秋英你来带，先从熟悉场地布置节目现场开始做吧。你手上物料组的工作可以逐步的交接给他吧。我先回办公室。哦。小郑老师，以后我要有什么不懂的，请您多多指教。从洛天的新搭档变成了跟我在物料组混，这叫什么事儿啊？走吧，比赛快开始了。加油啊，我先走了，明天见。小郑老师再见。为什么不跟陆老师说清楚迟到的事情啊？解不解释其实都一样，迟到总是我的错吧。而且我现在专业基础还不够，如果上了解说台可能会闹出更大的笑话。反正进了 GDV 嘛，还怕没有机会？你放心啦，我会调整好我自己的。我知道了，你是打不死的小强，但是你也不是什么钢筋铁骨，别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可是我真的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因为我夏琳还躺在病床上。其实今天在抢救室外，脑子里想的全都是我们小时候的画面，在我心里早就把他当成我弟弟了。可是这几年他一来找我，我就骂他，他对我越好我就越生气，我就越不想理他。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冷漠，这么恶毒？傻瓜，别妄自菲薄了，你是我见过最坚强、最善良、最可爱的人。别哭了。爸，你看我姐说的多好。好多人都认识我姐，说都很看好她。爸，这次的事儿真不怪我姐，而且我姐这么厉害，我为她感到骄傲。
姐，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来。对了，给你带了好多吃的，都是你喜欢吃的零食。给我。腻了，你俩说话啊！我去打点水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我记得呀，这些都是你最喜欢吃的。来，快吃吧。伤好点了吗？还疼不疼？没事儿，我可是体育生，这点小伤不算什么，都耽误不了联赛。而且有这么多好吃的，哪还顾着疼啊？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别着急，好好休息。等下次你再打比赛，你提前跟我说，我叫我所有的朋友都去，当你的亲友团。亲友团，傻不傻了？姐，不用太担心我，刚进 GTV 肯定很忙吧？我同学问我说，你姐什么时候才能跟洛天搭档啊？我跟他们讲分分钟的事儿，我姐是最厉害的。姐，真的替你感到骄傲。瞅你这句话，我一定要争口气。我不能让我的弟弟在朋友面前丢人。要走了，昨天陪了一夜，又抽了血，是该回去好好休息了。走吧。英子，夏凉的事儿不怪你。弟弟的伤，医生怎么说的？说是观察观察，应该没什么大碍。微信转给你的钱怎么不收啊？那是给你的零花钱，收着啊。走吧，再晚的话病房该关门了。你比赛那个视频发给我，就得冠军那个啊。慢用，好，谢谢。Hello， 你怎么还会有空来这儿啊？怎么，
你不欢迎啊？明日之星比赛之后也没跟大家好好道个别。你来的不是时候，三妹哥他不在。没事啊，你在也一样。传话这种事情，我一向不太擅长。毕竟我们之前也是同事嘛，你干嘛这么冷漠啊？三妹哥知道你来了，一定会很高兴的。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跟大家好好道个别，也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不过我肯定会经常来的，我真的特别喜欢这里。要喝杯咖啡吗？好啊，说真的，我这么长时间还真没喝过你做的咖啡呢。正好，我研究出一种新品，你给我当一回小白鼠吧。骆老师，培训材料。谢谢骆老师。天哪！骆老师的笔记给我当培训材料。骆老师，你是不是反悔了呀？今天有比赛，你去分析台那边帮忙吧。记住，多听多学。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一个晚上，骆老师态度对我180度大转变？收秋英做徒弟了，为什么不听听他迟到的原因呢？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收秋英做徒弟了？不是徒弟，你能亲手教他；不是因为爱才心切，你能因为几篇应援帖而跟他大发雷霆；能扛下郭董的压力，最后把票投给他。这也能成为他迟到的理由吗？解说台是一个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地方。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你还是为他求情的话，那咱们俩的交情到此为止。应援帖是他弟弟发的，因为这件事情，秋英责怪了他，结果他还是满世界的为秋英拉票。后来出了车祸，秋英心里很内疚，在医院守了一晚上，还替他弟弟输了血，人一脱离危险，他就马上去了公司，结果还是迟到了。秋英知道你不喜欢听解释。所以无论是应援帖还是迟到，他都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陆老师，他对解说只有热爱，没有马虎。
你进了 GDB，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公开？这是在公司，我刚刚当上露天的新搭档，要是被人发现了，影响不好。我们是大大方方的谈恋爱，别人有什么好说的？哎呀，游戏和 GDB 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他们要联合起来捧我当第一女解说呢。为了这个，我答应了刘总，暂时就不谈恋爱了，要避免掉所有不利的因素。树立好我在工作面前的专业形象。你是当解说又不是偶像明星，谈个恋爱哪这么多事啊？再说你跟我这职业选手谈恋爱，对你展开局面更有帮助。哎呀，当解说靠的是专业，光有知名度是远远不够的。再说了，假如我们的关系曝光的话，以后有你的比赛我就参加不了了，会被说成是立场不公。你也不想这样的，对不对？为了你的事业，我再等等吧。八月。